大家好，我是蒋江，这是我的邻居 Amy 有一个3岁的小女儿叫西西，特别可爱，是跟我家的小明一起长大的。今天呢，我就要让西西帮我照顾一下小明，而且我要让西西觉得小明是一条会说话的狗。哈 ，Let's go。手机跟那个音箱用蓝牙给它连上，哎，嘿嘿，音箱扛起来，哎，小明从此会说话。西西已经到家了，小明已经在等西西了。西西，我们让小明说话声，西西会有什么反应？妈妈出门了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！你照顾好小明行吗？可以吗？西西妈妈演技超好。西西。西西，我好饿呀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那西西，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小明？小明和弟弟都喜欢。我喜欢。叔叔，你喜欢我自己的外婆，你喜欢我的妈妈。那你长大了保不保护妈妈呀？保护。还保不保护弟弟呢？保护。那你跟小明一起保护是不是啊？保护所有的人。哇，他说他会保护所有人。嗯唱，我唱得很棒的，我是获奖的歌狗。Stuck with the day, that's gray and lonely. I just take out my chin and grin and say, oh, the sun tomorrow. So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tomorrow, tomorrow. I love you tomorrow.我说你可以开车。